下巴被吓得更大吧？轰！人类，谁叫你们今天要出门呢、啊？苏文帝，糟了！我没洗脸，眼睛有眼屎，胡渣一堆，头发乱翘又很油，怎么每次没梳妆就会遇到认识的人呢、啊？妈呀，快闪！嘿、你这什么鸟呀？现在已经两点，明天六点要起来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我要那么犯贱？早点睡不就好了吗？伯君是个戴眼镜的小胖子，看起来其貌不扬，但谁都没想到，他一拿下眼镜，竟然变得更丑。我一定要考上老师。我长大要变成超级赛亚人。我要超越超级赛亚人蓝。